I see very many positive signals of interest and investments in this field that represents truly a new area of growth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refore, I do believe that as the Taiwanese companies, automotive companies, become more visible globally, the level of attention coming from outside to Taiwan will increase, as it has be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puting platforms and the consumer mobile mobile phone platforms. 因此在这一个阶段，我们的自通讯业者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这个技术优势上面呢，去找车厂谈合作。那这个合作的方式，建议可以从几个角度。 从 connectivity 的角度，从这个发展这个汽车相关的自通讯连接相关的产品或是技术来切入。那同时呢，也可以从我们供应链的优势，包括半导体，从 IC 设计制造以及封测相关的领域，甚至记忆体的领域呢，可以去跟车厂谈进一步的合作。 当然以那个为基础，再跨到所谓的新的这些的应用，比如说像自动驾驶，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些传统的应用的厂商能够去参与的，尤其是台湾的这些的软体的公司，有很多都跟硬体的结合，比如说像 sensor 相关的这些的技术，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软体的需求也非常非常多。那由这个角度去切入这个软体定义汽车，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我的建议会是。 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要先做好，就包含一些像 IC 的 reliability 的这些验证，或者系统 reliability 的验证，这个一定要先做好。那如果你要切入的产品线是还包含一些安全的需求，譬如说 functional safety 或者是车内的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 需求，这个的认证你一定要先准备好。所以像那个从小达还有我们的电动汽车。 这样子，我们大家来参与，特别是从 IC 开始供应链的话，我们台湾呢是最有机会的，而且我们台湾因为比较多元化，有很多设计公司，不像国外他们都是大型公司，所以这个多元化的提供汽车用的东西，而且台湾是世界代工的龙头，我想这个方向应该是非常明确，在这一块的汽车电子方面，我们将会有很大的市场优势。